拥抱世界，从阅读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盛妖。万众期待的第十二届海外华文书市终于回来了。7月1号晚上7点 ，KLCC 第一展览厅主舞台有我的灵感与坚持的分享暨签书会。到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学习怎样将灵感与坚持做到最好的结合。那欢迎大家踊跃出席。大马的朋友，我们到时候见哦。